是说更多的同性恋在台湾出现。你会吗？你不会，你为什么担心呢？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同性恋合法化以后，他忽然改变成为喜欢男性。正统婚姻才是主流。我们是正常的，我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。家族的问题应该都要有规矩。他如果有婚姻，会比他现在来的更好。那我们就要祝福他跟陈。废止是一个普世的目标。政治枪决，这本来就是要给一个台湾社会一个交代。是没有破除犯罪的效果。确实是谎，还是站在被害者这一方。成全的某一群人，可是你伤害的是更多的被害者。共同面对。我们要来教你什么是安全性行为。性解放不会有性衍生出来的问题吗？我们还不应该受这样的教育。维护选手权益是台湾台湾及 Chinese Taipei 以后可能会影响东京奥运就我们这种废核置换的天然气，那品质可能是上亿，我们必须走，可以改掉。